古装仙侠热血剧《蜀山战记之剑侠传奇》昨日在横店举行了首次新闻发布会，吴奇隆、陈伟霆、叶祖新、赵丽颖等主演皆穿着剧中的戏服到场走秀，引得台下粉丝尖叫连连。不过几位男主个个帅气，赵丽颖的一身黑色全包的丝裙打扮却被吴奇隆调侃为黑寡妇造型。我们叫她黑寡妇。你让人家讲吗？是不是很犀利的感觉？有没有？对，有一点点犀利的黑寡妇风格。犀利黑寡妇。每逢接受采访，吴奇隆都难以逃过的话题莫过于他和刘诗诗的情感。作为古装女神的刘诗诗，此次龙哥却没有选用，为啥肥水不流外人田呢？我觉得工作上很多的事情跟生活上，我们尽量都是各自有各自公司的安排和规划。那我觉得丽颖也很好啊，对吧？威廉姆也很好啊，叶祖新也很好啊，对吧？这里只有我不好，所以我觉得这种组合，我尽量希望每次都能够多一些不同的变化。会带给观众，带给大家一些新的一些刺激跟感官的享受。记者一连几个问题问的都是新婚妻子刘诗诗的问题，也难怪龙哥要和记者开起了玩笑。你看我来拿，我来拿。你来上班，那你在这边拍，他会来上班。会的，你再问我就打你了。首次与龙哥合作的陈伟霆也是数次感谢吴奇隆给了其这个很好的机会。非常荣幸可以，其实我。在一个颁奖典礼已经说过要谢谢龙哥了，对不对？龙哥给我一个很大的谢谢龙哥。对，就我最期待的就是跟龙哥一起打，就是因为龙哥是跆拳道嘛，高手嘛，对，所以还有戏里面方孝皇也很能打，所以我觉得这个戏除了吸引一般女粉丝之外，男生